法国巴黎的当地七日暗时发生外籍游客受到攻击，一名疑似接近伊斯兰主义的法国男子骑刀啊、甲钢锤啊攻击游客，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的悲剧。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头前的街路求封锁线，现场个环境客情戒备意外个发生。当地七日暗时，一对外籍游客阿阿母伫附近的格勒内尔码头，受到不明的男子骑刀啊攻击，造成其中德国一个男性游客死亡。Paris, un homme s'en est pris d'abord aux alentours d'un petit peu plus de 21h entre le quai de Grenelle et Birakeim, un couple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un touriste allemand né aux Philippines est décédé par des coups de couteau.发生社报道，相关予警方抓到了后，发出真主是上伟大的。伊在警方抓捕的过程，佮用钢锤啊攻击两名路人，造成其中一个人目睭受伤，佮一度骗讲家己的身躯有炸弹，想要逃离警方的抓捕，一直到警方开枪佮压制才抓到伊。警方调查，嫌犯是26岁法国人，因为有精神疾病，加上技术是接近伊斯兰主义者，获得警方的注意名单，那是犯案的原因，佮进一步调查。镜头跳去巴基斯坦的北部，当地车里发生恐怖攻击，一台有载乘客的巴士经过奇拉斯丁，熊熊受到武装分子攻击，造成真多人死伤。当局调查了后，发现枪手是伫附近的山区向巴士开枪。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紧急把病人送病医治疗。因为暂时还阁无武装组织形成犯案，警方阁会进一步追查相关的事情。公司新闻台是邓平英。